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见会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将出席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就中美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见会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中美双方在各个层级上保持了密切沟通，双方都期待早日举行两国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见会谈，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教授，中美双方在各个层级上保持了密切沟通。